首先我代表我们的参展的画家，欢迎各位朋友这个光临啊。我们这个展览吧，也没有什么开幕式，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请什么官员了、社会名流了。原因是我们这个展览了，是我们那个油画学会的一个学术活动，通过这个学术活动在艺术上和大家交流，达到这个目的。这名画家都是，这是陶飞老师的画在这儿，这个福静老师的画是在那个长条，然后佟云老师，哎，佟云老师来，咱们上来叫大家认识认识咱们。佟云老师是咱们都知道，这个名气很大的，在多伦多啊，是这个有土人画廊啊，土人画室，名气很大的。这部分作品是这个佟云老师的作品。都是在这现场写生的，然后佟老师回家就是编两故事，对，增加点创作的内容啊。那个说说王老师，哎呦，这王老师他不好意思啊，都打北京去了。对，这是这个周小华老师就没法见过他的画。那李老师，李茂春老师的画就在咱们正对面的，哎，于老师，哎，黄老师，大师，哎，这于老师，哎，鲁迅美术学院的，这是罗玉老师，罗玉老师的话就在，1、2、3、4五幅，他旁边那个是唐飞老师的话，唐飞老师的话，然后哎呦，这个胡淑明，哎呦，陆老师，对不起，有些不管哈，陆老师哈，没有参加我们这个世界传记吧，没有参加我们的这个学术活动。胡老师那个他的作品在这儿，他就是他的在创作，主要是创作，哎，他是一种用谁的，我觉得那个胡老师是表现上镜率最高，上镜率最高在这儿。这个简单介绍，我们今天大的方面来讲的话，他就非常团结啊，这点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这个会员都感觉。我们今天通过这个展览呢，今天通展览，我们每个画家都把自己作品放这儿了。咱们今天来了各界的人士啊，可以和我们画家交流。其他那个我们画家，德高望重。就我们的这次展览呢是艺术，不是我们学会的一个艺术展。就是写生，你看人体摆的形状，姿势，那个网的片的观点都是差不多，同时很不一样，说做了一个写生，展览会呢，大家都很认真对待，看每一张画都看了好几遍，那么在画里呢，有时候我觉得，作为我来参加呢，第一次参加这个画西人的皮肤啊，刚才我跟有同学也说了，在画的时候这感觉不一样的，他的皮肤啊跟画在美术学院画很多黄色的皮肤啊，那个感觉不一样，所以我们学会组织活动觉得很有意义，这摆出来了大家都看一看，也得到了很多的学习，我觉得以后这种活动经常搞，好多我一些这里的一些朋友也说就是一定要来看啊，当然不是今天的啊，今天感觉大家来是我们这些都是朋友啊，都是对我们很关心的嘛啊，其他人还是人家是学艺术来看你每一个人画，所以我们呢都认真的准备了。我觉得我的画呢，在由于自己的记录的部分，有一些呢就是老画人体的没意思，我就把一些故事编进去了。一直在来之前，我还那个画，昨天晚上还在画，编也没编完，还没干啊，我自己先测了一下。我希望这学会呢，在会长领导之下啊，这点说得好，就是团结，
我们都要有一个团结心，大家心诚，心诚就能抱团儿啊，将来我们还能干出更大的事儿啊，比如说一些国内艺术家旅游啊，我们都可以办一些生意性的，我们一些这些操作，比如说一些学生到这儿来学啊，我跟大师我们都办了学校啊，让他们来，哎，不断的我们给充实他，让他考进你的学校，这都是我们的路，我们路只要我们团结，大家一块儿都有工作做，都干得很好，一定要能干出点三样东西啊，承办油画学会的这个展览。也是通过这个机会能够结识很多朋友，喜欢绘画热爱艺术的能够结识大家，也很高兴。那我们 V2 的中心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平台为大家服务，也在今后呢希望也会为这个油画学会的发展继续贡献我们的力量希望我们的学会越来越好，谢谢大家。办这次活动，然后呢，我也想，就是将来我们会搞更多更好的活动，也希望得到大家的关注、鼓励和支持。我感觉呢，就是搞这个展览的这个人体展览，因为这个多伦多呢是加拿大是很保守的一个国家，有时你画画，因为我主要是画很多人体，我是画很多人体的，对吧？但有时他们感觉好像就是这个文化比较闭塞，就是比较保守嘛，所以我感觉呢，这个就是画搞这么一个展览的是很有意义。就是大伙儿呢做一下呢画写生，因为你在欧洲吧，在法国，在一个这都根本不算事儿的，是吧？但是在多伦多呢，在加拿大，你感觉哦，你画人体啊，为什么你要画人体呢？这就有很多 question， 就是这个意思。反正呢，蔡老师呢在组织我们搞的活动也好，也很费心的。反正还有对，所以呢，我们有这机会，大伙儿一块交流呢是很好的。因为还有一个我提呢，就是呢，加拿大特别多伦多这种就是文化气氛呢不是特别浓，就是说呢，都是各部各的画家吧，都是自己做自己的生意啊，自己做自己的画自己画，就是所以有一个人组织起来，我们一起展览一下。你只是画画不行，得展出去看一看，这才算你的画才完成，要不然你的画不算完成，你只是放肆溜溜那不算完成，对吧？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机会呢，我们大伙互相看一看，互相学习，主要是还是互相学习。反正我是抱着这么一个心情，大家互相学习，互相交流，这是很好的一个给我们很好的机会，所以我就表示感谢啊。表示感谢。应该是看到这个落地，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大家注意点不好的地方，然后在这个新的这个世界里面啊，这个加拿大这个文化背景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如何往前走？我们是不是要固步自封？我还是要觉得要探讨一下。好，高兴。我们这个展览吧，刚才再重复一遍，我们是学术展览，还没有什么商业活动，所以说大家随便交流。对，我们还有就是说，在排队打工的，但是看这些，看完以后会有5000万的，我想明年10万的，黄建平老师。季风面真的是石膏大的东西，在面这里当过了。他这边摄影师还没找。没有，这个门要去的。我想跟学生说，我们好像那个石膏是不是当过封面的？好，谢谢。名字叫。人体写生，人体作品展。实际上呢，我们是一个人体写生展。人体写生是我们专业绘画当中的一种基础训练，我们叫习作，叫习作。但是呢，人体本身又是一个永恒的题材，就是在人体创作当中，我们题材当家，这是一个永恒的。那么我们搞的这个活动，其实呢，主要的目的还是以学术交流。就是我们的油画学会呢，这十几名画家，通过写生的艺术创作交流，争取呢，用产生的自主的作品，展现的。刚才讲了这个人体展览是我们的学术活动，那么根据我们油画学会的计划呢，我们这个类似这样学术活动是人体写生了，人物写生了。风景写生了，都是我们艺术活动之一。特别是季节来了，春天来了，我们要组织这个进行风景写生、风景创作。
和着衣人物的创作等等这些活动，我们会一直做下去，希望大家关注我们文化学会。你们平时今天是那个时间没有老飞去了搞笑找活的这活动我们是八种做了八种策划了八种对我们一共就是从活动做了八种就是每天每周一个晚上我们一场说明了这是你自己画一下，四五画，也还是有笔触，但是没有笔触。这是我，因为我感觉呢，这个照片和油画，它所区别在哪？就是说它有笔触，这是照相机。因为我在网上我看你发表的这个感觉不到但是说油画它有些东西呢它是照片确实比较准确就这一幅你就画这一幅一个人吧或不变成的艺术语言表现出来还有一个朋友拍照片三十多万我一直说是画展我们搞这个人体画展呢主要是一种学术交流因为呢在多伦多呢其实这里比较保守吧人体展呢就是说它能够体现艺术美貌我们将来呢这个协会还会搞很多的活动可能会有一些大型的展览人体啊风景啊这幅作品是我临时赶的，就是说它是表现的，就是一个奔跑的一个人体，也就是说，我感觉就是说，我们在寻找一种自由。这个话就是说，它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在寻找一种自由的方向吧。10万买的没人买，是的。